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叶体老师，欢迎来到技师日常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工程开挖的时候挖到人骨要怎么办。今天的新闻啊，嘉义市那个铁路高架化工程，今天就上新闻啦，说他工程开挖挖到一半的时候挖到人骨，那有一对人骨初步研判是一男一女。那这个时候说这个人骨距今大概是2500年前的，那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。那施工人员发现之后就吓到啦、啊、怎么会有骨头，然后就赶快通报相关局处，然后发现那居然是文物。那新闻是说啊，相关人员戴着手套拿起工具仔细挖掘，一旁还有人赶紧拍照记录，就怕破坏遗骸形状，一行人动作不敢太大。等一下，这个我就要吐槽一下，你知道那个开挖正常来讲他们都是用怪手挖，你知不知道那个怪手力道有多大？它是可以吊起一个那个纽泽西护栏。你们知道什么是纽泽西护栏吗？就是一个大概一两吨重的东西它都可以挖，那个怪手力量超大。如果等那个怪手司机开挖挖到有看到人骨的时候，基本上他妈一个人的肩膀就被削下来了才会被发现吧。就这样，就是等你真的，而且有时候怪手司机他不会有人这样很仔细的去挖，我们一般挖那个土都嘛是尽快挖啊，等你真的是看到人骨的时候，应该他身体的某块骨头应该也会被他弄到骨折了吧。这个时候你在那个不敢动作太大仔细挖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啦，他已经少一只手啦。他说什么，开挖负责人说年代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，以嘉义来讲是什么灰黑陶文化，他的埋葬形式让他相信说他们是有关系的一组人。等一下，这边说的开挖负责人一定是文化局那个小心翼翼的那个开挖，应该不是开怪手的。开怪手的应该是不太会知道挖到骨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还是早期啦。他说2500年前嘛，如果是除以100 2.5 年前，那大概可以知道他是在选举后啦，就这样。好，这两具遗骸出土后，他研判说是这个年代之后嘛，这个文化局的科长就跳出来说话啦，他委托给那个南科馆做进一步的研究。那这个铁路高架化的施工过程中，居然挖出一个史前遗址。那这时候就有好奇的小伙伴就问了说，那这时候工程怎么办？那这个时候铁道局公务局长就是可能是他们这个单位去发包的工程，这个段长就说啦，目前是不会影响到我们施工。干妈的，挖到两具遗骸都不会影响到施工。那目前我们这个计划是照我们原来的规划期程在执行中，目前施工进度稍有调整，但完工期程不受影响，未来团队也将持续挖掘。干，这就是在凹厂商啊！你他妈挖到了人骨，然后文化局人进去了，文化局不敢动作太大，戴起手套工具仔细在那边挖。请问他是那些遗骸挖了十分钟就走吗？不然怎么会完工期程不受影响？那一定是在凹厂商嘛，就跟他说，我市长宣布说几号前要完工啊。啊，虽然我们已经挖到了有文化的东西，但市长宣布还是比较大嘛。我们市长都在广大的乡亲里民前面宣布说几月几号这个一定要剪彩，所以不好意思啦，你们还是要在这个期限完工啦。所以就产生了以下这段话。目前施工进度稍有调整，你根本没有调嘛，什么完工期程不受影响，这是哪有调？这前后矛盾啊！未来团队也将持续挖掘，看看有无其他新发现。所以你就是未来还要继续熬厂商，如果那个开挖又再挖到人，那个文化局的人就要进来，然后他不可能挖十分钟就走嘛，他应该一进来就一天两天。你知道工程那个超过期限都要罚款的，那个罚款是你工程金额的大概1/1000吧，如果你工程做10000000，一天的罚款就是10000，所以那个钱可能蛮多的。你那边给你文化局的进来这样搞，然后给你延期，给你说完工期什么时候影响，这样不能太凹厂商啦，这样不对啊。你们跟你讲，做工程的政府机关的承办人有没有肩膀，就是看在这里。这样的做法比那个怪手自己敲掉的遗骸还没有肩膀啊！这样不行啊！你要给文化局人进来挖，你要给厂商多一点的时间。
他的工期才可以让这个双方都能够顺利的让屋主进来。不要一味的凹厂商啊，说市长宣布啦，说一定要解放完工，然后说不行，我们这个有压力的，我们有受市长压力，你不可以延期啊，你延期你会害我们的长官严格无信啊，不行，最后的责任通通丢给施工厂商，不行，你就是一定要提前完工。我今天花到一个遗骸。